还七年了，海哥在这里。好，对，然后东游实际，开始开始开始。因为我们的那个东游实际四才快没了，所以今天不要说实话，不要说实话吧。所以今天我们来做直播的，对。就是对，我是叫莎莎，然后我是来自日本横滨，就是东游实际的日本主持人，请你们多多关照。直播啦，我很喜欢中国，所以我以前在上海留过学，然后那个学到了中文，嗯嗯，学会了中文，对，学会了中文，所以跟我说话打中文沟通没有问题。戏子酱，对，戏子酱是中国四川人，然后现在在东京生活，对，生活，然后没有好好工作，一天到晚游手好闲，也没有想要找一个安分一点的工作，所以呢，最近就是跟莎莎拍这个节目叫《东游实际》，对，然后我们每次呢都会介绍一些日本的好吃的东西给大家，对，所以大家，今天我们因为在那个KTV 嘛，卡拉 OK， 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可以在下面留言，然后可以点歌。对，可以点歌，点歌。然后今天导演也会唱歌的，对。他们 China 的，我们哪首歌？これが、なんかガッキーが。これカバーですね。カバー。あー。宇宙の数ある一つ、青い地球の広い世界で、ちびさ。他在节目里说过，他不喜欢，谢谢娘娘，不喜欢帅哥。对，所以你喜不喜不喜欢我？你说你喜欢？你说你喜欢？对，我就是我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导演受到了暴击，他的心灵受到了暴击。他本来以为他提这样的问题，总归要么莎莎喜欢他，要么他是帅哥。受打击了。对啊，双重打击。离开了，再见，再见。那我现在就是我们现在想唱一首中文歌，上次唱《我的歌声里》呢。啊，可以，这个可以。本当よく知ってる。そう、私なんかね、曲をね、10分ぐらいで覚えちゃうんですよ。そう。天才。そう、天才。KTV 女神。KTV Queen。我的歌声里有。那我的歌声里吧。哦，懐かしいな。懐かしい。哎，过几年前。五六年前。时间知道为何我们相遇？难道是缘分？难道是天意？我的歌声里，你这
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生まれ育ち今こうして踏みしめる大地常に開く新しいページ旅に出ようそれぞれのステージここに綴る喜びと感謝共に離れる真の理解者包み隠さず時代故郷者プレッシャー跳ねのけてある反射届き込もう溢れ流す感情いつの日にも絶やさない愛情ひるむことなく飛び込む戦場帰ることなくさフリーの紋章優しい風抜ける昼下がり虹が覗いたこんな雨上がり日の光映した水たまり君の喜びここに賛美何これ太郎もらに太郎もらにいるんだ我怎么没有？领导就打扰我。我听到，我听到。
念接受，赶紧接受，切。一首，一花一花想见你。桜桜，爱太阳，一样。